拆礼物日大战，旺角场2292位观众包括南华前队员陈少琪。足总杯初赛，南华首回合先作客攻门，自杀式嘅杀着系欧阳耀聪嘅罚球，不过两次都系争些少。两队过咗冇纪录嘅上半场，更衣室翻出嚟，少林兵继续用死球战术威胁攻门，卒之一个角球搞得掂。入波系迪亚高，时间系56分钟。当赵俊杰77分钟领红牌，迪亚高继续挑战公民防线，最后9分钟逼到带伤上阵嘅谢德谦判断错误，欧阳耀聪补一脚，南华就咁扩大优势。大局已定，南华换入年仅15岁嘅新秀地下豪多，为胜利添一分点缀。南华首回合最终净胜2-0，主导晋级形势。香港寬頻电视记者郭子龙报道。